保罗的平行世界，世界末日。如果每天都有人预测明天是世界末日，某一天突然没人预测，那是因为一，预测对他们灵验，所以这些人都消失了。二，预测失灵，他们不敢再乱猜了。三，明天是天堂地狱库存盘点公休日。四，因为开始有人预测后天是世界末日，所以明天安了。五，因为世界末日终于来临了。